都有一些社企的，是不是、嗯、自己做回老闆做回生意、嗯、去給這一班朋友有就業的機會的，有有多少品種？因為我們的社企呢都有25年歷史去、所以呢我們即是20多年了，所以我們呢都、那些工種呢坦白說呢都是比較傳統、嗯、就是、搬運啦、清潔啦、飲食啦，同埋咧之前展覽，不過而家展覽即係冇嘢做啦，你知道而家都冇曬啲 show 啦。咁我哋就主力係搬運清潔同埋即係勞動力嘅多，都係勞動力多。咁、嗯、所以我哋都喺度諗緊，我哋社會企業嗰個轉型點樣可以配合到我哋而家更新人士同埋精神復原人士嘅需要。係，海威能就要發展一下，譬如就提供一啲比較高學歷背景嘅、嗯，有啲乜嘢可以發揮咁。冇錯。咁呢方面又有啲資金係點嚟咧？嗱，我哋咧一般嚟講，社會企業咧就真係會申請咧政府嘅一啲基金嘅，即係專俾社會企業嘅基金。然之後咧，我哋就係真係當生意營運啊，自負盈虧嘅。咁但係我哋因為我哋本身亦都有時候，如果有啲機構啦，咁佢哋都支持我哋依一啲嘅買你嘅服務，係啦，就買我哋嘅服務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支持。嗯，當然啦，你哋都籌款，我相信都艱難啦，同、嗯、啲機構籌款，而家個個都艱難噶啦。咁、嗯、大家如果要捐款俾你哋，都可能會想了解多一啲。捐了給你的錢幾多少佔了行政費、啊嗯、會不會很多是用來自己即要做事、啊嗯、你請人要做事，那不可以個個做義工的、啊嗯、那得回來的錢是怎樣分配怎樣用的、嗯、我都明白呢，捐款者呢很想捐款全部用在直接服務上，這個都是我們的信念，我們是放在直接服務，但是呢都需要有一些行政費用，所以我們大概呢、都行政費用都是 10% 左右啦、啊、那我們就主要都是用在請人啦，因為我們是提供服務，透過人去提供服務給我們的服務對象啦，咁亦都可能需要租場地啦，咁啊有啲場地嘅支出，咁或者係活動嘅支出，咁我哋大部分都係用喺依一啲地方咯。咁而行政費用咧，有時候我哋都需要核數啦，咁又要做一啲宣傳啦，咁呢啲等等咧，都係我哋都會歸納喺行政費用咯。咁如果捐錢俾你哋，係咪都可以寫明係咩用途噶？可以。唔寫嘅亦都得，咁就由你哋自己去分配啦、嗯。但你哋嘅數目就清楚嘅，大家上網都可以睇到係點樣用嘅。係啦，可以嘅。咁尤其是你頭先都講啦，我哋嘅即係執行委員會啊、委員啦、啊，好多都係法官嘅。咁我哋都唔想出事噶嘛，我哋一定要交代清楚。所以我哋我自己都好有信心咧，我哋所有嘢係即係好均真咯，好清楚。不過我咧就個感受咧，因為我同你哋接觸咗一段時間啦嚇，又、嗯、對啲法官接觸又唔係多，嗯、但我嘅感受都幾深，即係佢哋係司法程序一個好重要部分，嗯、但係喺司法程序過咗之後，即仍然都係好希望嚇，即係大家有心去做翻啲嘢，幫翻呢一班朋友融入翻，覺得佢哋仍然屬於社會，個、嗯、社會可以接納翻佢哋，唔好忽視咗佢哋啦。即係你講三方面嘅人啦，亦、嗯、都令佢哋可以在社會再有貢獻，再俾一個機會大家嘅。呢、嗯、個我就相當之感受好深嘅一件事嚟嘅、嗯。你頭先講啲法官咧做我哋啲委員會，其實真係唔容易嘅，因為佢哋真係本身。是很清楚，有很多東西保持很中立的，但是他都很支持我們、即是願意做我們的委員呢，其實他們都有一個信念，就是說當他們、在個司法程序尤其是審案判案的時候，他們真的基於法律基礎等等去判，他一定是大公無私很中立去做，但他們也都是人來的，他們也會覺得就好像剛才那樣說，你判了他進去那如何呢，那他接受刑罰是應該的，但是出來不是接受了刑罰就等於他出來一定可以重新做個好人，因為他都需要很多支持，所以他就很支持善道會，就說、啊、我判了他進去，我都希望可以支持他重過新生活，我覺得我過去即歷任的主席呢都是跟我說這番說話，我是很感動，我都是我深深感受到，雖然只是跟他們接觸的機會很少、嗯、一次半次、嗯、但我很感受到他們內心那種熱忱、那個、passion、嗯、是即係司法係還司法，嗰度公公正正、中中立立嘅、嗯，但係之後都要照顧翻呢一班朋友，希望係即係有一啲嘅社會服務啊，可以俾翻佢哋。咁、嗯、你做咗咁多年，有冇啲特別嘅個案，你自己嘅印象特別深刻嘅咧？我成日都講依個㗎啦，咁就係、是、一個年青人啦，佢係我認識佢嗰時候好似得15
歲十六歲嘅啫。咁佢咧就去咗我哋個社企度工作啦嚇。咁佢咧就係雞乜都唔識啦，同埋最重要嘅就係佢好中意講粗口嘅咁啦嚇。好多人都中意講粗口。係啦所以咧，但係我咧就對於粗口咧就真係又敏鋭度又高啲啊，我麻麻地中意嘅。咁咧就我都同佢講，我話啊，你可唔可以咧減少啲呢啲助語詞咧？咁其實我覺得佢講嘅時候，佢唔係真係想有啲咩侮辱啊，但佢真係習慣，佢過去真係太自然去講。咁咧就但係佢喺我哋嗰度咧由一個乜都唔識啦，或者係好想諗方法偷懶啦，到去現在啦嚇，咁佢即係都經歷咗，即係差唔多而家我諗都廿幾歲，一十年八年咧。佢真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領導，我叫佢領導嘅，佢都係領導，因為咧，我哋社會企業咧有好多嘅項目係要靠佢領導嘅，靠佢去即係帶領嗰、那個項目咯嚇。同埋咧，佢而家係做大哥嘅，即係佢就幫翻一啲即係年青人啊、更新人士。咁同埋咧，佢而家咧每一次佢譬如佢負責去大搬運嗰個團隊咧，我哋話佢都好似小鮮肉咁嘅啲。係啦，即係啲姐姐啊，好中意佢啊，咁樣咧，同埋佢絕對咧，你而家喺佢口裡面好少聽到粗口嘅，係啊，所以好少都仲有啲係嘛？都有嘅，係啦，但係佢好識得分即係邊個講得係啦，邊度講得，即係佢提供服務嘅時候，佢完全好。咁我覺得其實真係佢嘅轉變係好令我好欣喜啦，同埋我覺得有時候亦都帶出我哋嘅工作咧，其實有時真係要心間細作。咁絕對係唔可以好似而家有時候我哋講用數字去代替咯，因為尤其是我哋做更新人士啊，做精神復原人士，其實佢嘅生命轉變，我覺得好重要，即係絕對唔係一個個案兩個個案話你做咗十個個案定廿個個案咯，而係佢真真正正係有轉變。咁而最重要就係佢令到佢爹哋媽咪都好安樂，同埋佢媽咪都好開心。佢依個嘅轉變。以生命影響生命嘅，冇錯。唔係話幾多個個案，即係你話我幫得幾多啊咁，但係最緊要係幫得一個得一個，而嗰一個人嘅背後，你幫咗佢，係幫咗佢成個家庭。甚至可能是跨代他的下一代都可能有一個更加美好的將來。好了，如果真的講了這麼多都要跟你們賣一下廣告要捐款的。如果想捐款給善道會支持你們的工作可以怎樣做呢？我想義工你們一定歡迎啦。歡迎。有時間就捐時間啦，但是錢都很需要資源啦。那怎樣可以給你們呢？我們呢就網頁呢就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捐款給我們的。就所以呢我們可以上我們www.srac.這個網頁，但是呢其實你打善道會都可以的，都一定找到我們的，我們都希望透過不同途徑可以去支持我們啦，當然我們 Facebook 啊等等啦，打善道會都找到我們的蹤影的，還有看你的頻道咯。哦，最重要是這個智慧頻道，大家以生命影響生命，沒有一個人是值得被人遺棄，或者是你當他隱形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是有一個機會去融入回社會，同埋冇一個人係完全唔犯錯噶嘛，咁當人真係犯咗錯嘅時候咧，佢已經係通過刑罰嚇，或者係懲教嘅過程還翻之後，大家都應該俾機會佢。咁何況而家善道會咧嗰個服務已經係好多元化啦，更新人士啦，精神康復復原人士啦，仲有少數族裔啦，亦都有社會企業，咁大家多多支持善道會，預埋你。